错的人迟早走散，对的人终将相逢。欢迎来到每篇，我是阿豪。每篇现已正式开通频道会员功能，点击简介下方的链接加入，解锁更多福利。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《中年夫妻相处》，妻子说这句话时，90%的男人都会感到害怕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，当你在婚姻中遇到问题，你会如何处理？90%以上的女人都会对老公说，我想和你谈谈，不过很少有人能谈出满意的结果。于是沟通升级成吵架、冷战、避不接事，这是因为男人一般都不愿意好好配合。为什么男人不肯谈一谈？一，谈有什么用？大理承认他的婚姻肯定有问题，最近3-4年里，两个人除了孩子的事情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共同话题，要么各做各的事情，家里一片死寂，要么就干脆吵起来。但是谈又有什么用？上次不就是因为妻子要谈一谈，结果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吵架，之后又升级到冷战，好几个月都不好。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，她带着儿子去接，还被岳父岳母小舅子一通指责，这谈一谈的代价也太大了。大理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他一没出轨，二没家暴，每个月工资都如数上交，没有不良嗜好，除了偶尔的应酬喝个酒，平时连烟都已经戒掉了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妻子永远能挑出他的不是来，一地鸡毛没一次透。反正谈也谈不妥，惹不起还躲不起。二，根本没问题，他就是在找茬。刚领证半年的阿静吐槽说，老婆是个找茬小能手。他吃完饭没有立刻去洗碗，老婆要找他谈话，说他大男子主义不做家务。他没有把内裤装进洗衣袋里洗，老婆要找他谈话，说他卫生习惯太差不健康。他周六熬夜多打两局游戏，老婆要找他谈话，说他正事不干没有责任心，以后对孩子啊起不到榜样的。简直就像回到了小学时候被班主任训话的时候。阿静认为他婚姻里所有的问题都是被老婆一手创造出来并且无限的，而在老婆眼阿静幼稚没有责任心，沟通共情力差，简直一无是处，所以他始终没有成功的谈过一次。而婚姻生活也从新婚的如胶似漆沦落到现在濒临离婚边缘的状态。三，谈也解决不了问题。瑶瑶的老公去年出轨被他抓了个现行，道歉了，悔过了，还写了保证书，以后回归家庭，一心一意。老公回归以后，瑶瑶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倒也没有发现他和那个女人藕断丝连，但婚姻关系突然变得冷淡而尴尬。人前偶尔还会秀个恩爱，私下里两个人冷淡客气到像刚认识的陌生。每当瑶瑶试图和老公谈一谈，想找出问题根源时，老公都立刻退避三舍。我都已经保证不会再谈了，你还要走？他也不是不知道婚姻有问题，但这个问题要解决起来好像又太麻烦，有必要折腾吗？总之他一点也不想把之前的那些尴尬的事情再翻出来说一遍忏悔。问题是他如果不肯谈，瑶瑶一生气就忍不住要把旧事翻出来再和他理论一番，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消耗，谁都看谁不顺眼。四，不是都已经谈过了吗？小鱼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老婆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比如之前坐月子，婆媳之间因为育儿观念问题闹了一场不愉快，他没有第一时间站好队就被唠叨到现在。现在老婆动辄的就是关于我跟你妈之间的相处问题，我们谈一谈。也不是没有谈过，但老婆一谈就谈得声泪俱下，最后的落点终于是你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，而且一旦触及到这个问题，老婆就变得特别冷，非要把他折腾得脱几层皮才罢休。有好几次还半夜把他摇醒，说是要敞开心扉谈一谈，完全不顾及他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。小鱼觉得既然谈不出结果，还不如别谈，省得又闹出其他事。婚姻出现问题时，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对于绝大多数男人来说，好的婚姻关系其实很简单，两个人相互看得顺眼，能吃到一起，睡到一起，说到一起就可以了。因为要求比较简单，所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感知力
就没有女人那么敏锐。当女人已经觉得婚姻濒临破碎时，男人可能还觉得对关系的满意能达到80%以上。当你对你的男人说我想和你谈谈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有点懵。你所认为的问题他十有八九并没有谈。就像阿静，他并不觉得那些生活小事有必要谈。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害怕遭到妻子指责，不愿意直接面对妻子的不满。相比女人，男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更强大，也更不擅长真实袒露自己。他们以逃避的方式来处理问题，好像只要没看到，问题就不存在。尤其是当他自己也觉得内疚或者心虚时，反而更不愿意去把伤疤揭开，而是要竭尽全力地试图维护表面上的和平与稳定。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是：“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对于大理、小鱼以及瑶瑶的老公来说，谈谈意味着有可能失控，掀起不愉快的波澜。一想到失控之后会造成的情绪和精力的消耗，他们宁可保持目前的沉闷状态，装聋作哑，也不愿意冒险。女人如何轻松有效地搞定婚姻问题？但对于女人来说，男人的逃避退缩往往会触发内在的伤痛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就这么不值得被好好对待吗？于是女人会尝试用各种办法试图打破沉默，打开男人那个坚硬的面壳，希望对方至少给出一个讯号，让他觉得自己是被爱被在乎。可惜你越用力，对方就缩得越深，逃得越快。来访者二告诉我，为了能够迅速高效地跟老公沟通，他甚至会事先列好提纲，想要在对方启动逃避机制之前迅速抛出重磅这个问题，把他抓住逼他面对。后来老公一回家就赶紧把自己关进书房，说要加班。许多婚姻都毁于用力过猛的沟通。那么当伴侣逃避的时候，女人怎样才能更轻松地搞定婚姻问题，并且让自己心里比较舒服？首先，优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感受，不要试图做一个完美的妻子。你之所以着急要对方回应，其实就是因为内心没有那么认同和接纳自己，没有先给自己充足的爱。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这样才有可能为自己和对方创造一个相对宽松舒适的。其次，多给对方一点空间，提出你的核心诉求之后，不要急于催促对方回应，更不要攻击对方，而是可以先放一放，让对方有时间觉察和自省。在屡次沟通无果之后，学会了留余地。你对老公说，我的想法已经说完了，不过你不用着急现在就回应，然后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约闺蜜出去喝下午茶。这样几次下来，老公反而开始很主动地和他聊自己的想法，关系轻松真诚。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有点像商业谈判，急躁冒进的那一方注定会输得很惨，而越是从容不迫，内在稳定，越是能够拿到主动权。中年人的婚姻不在床上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。有人曾说，这世上最难处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，尤其是两个人走到中年，婚姻早已名存实亡，生活也是一地鸡毛，无性无爱，相看生厌。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床似乎成了检验一个人是否进入中年危机的重要标志。见过了太多在外人看来美满和谐、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，其背后相处却都不堪一击的现实，内心充满矛盾。在中年这条路上，陷入婚姻的泥沼，没有退路，苦苦挣扎。一，人到中年无性。电影《情圣》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：中年男人萧翰，表面上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实则早已厌烦了自己的老婆，对夫妻生活更是似乎提不起一点兴趣。可当他遇到性感漂亮的模特悠悠后，就像变了人，各种暗示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人都唏嘘不已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这是如今很多夫妻间都存在的现实。一旦到了中年，性生活便几乎等于零。
无论是被繁重的生活压得忘了闲，还是身体力不从心，亦或婚外遇火太多，都逃不过这样残酷的现实。不久前，众人眼中的男神吴彦祖发了条狠话，言外之意就是婚姻生活没问题，只是很少性生活。而且据不完全统计，有 70% 的中年婚姻都是无性婚姻，包括那些看上去幸福恩爱的，还有超过60%的离婚都与性生活不和谐有关。可以说，几乎每个人的中年危机里都隐藏着一个最大的性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都忽视了无性生活带来的伤害，硬生生的凭着一股意念支撑着自己走完下半生。殊不知，没有了正常的夫妻生活，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会急剧下降，还会一步步危及整个家以及整乱乃至福利等。二，人到中年无爱。记得黄宏的小品《开锁》里面有一句这样的经典台词，中年夫妻亲一口，噩梦能做好几宿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引得台下观众们忽然大笑。可当一个人真正步入中年，才知道这不是笑话，就是现实。当到了一定年龄，亲情便取代了爱情，孩子成了婚姻唯一的牡丹。朋友阿亮和他的太太一直都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，两个人学历相当，兴趣也相投，毕业没几年就结了婚，加上双方父母的帮衬，可以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但这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背后，阿亮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每天轮着早起做早餐送孩子，白天都各自忙各自的工作，到了晚上吃饭洗澡睡觉，一天就不休。是的，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陌生人，早就没了爱的痕迹。阿亮的伴侣成了手机，眼前就是躺在床上刷微博看新闻，而他的太太伴侣成了孩子，时不时就要担心的去看一看，再后来根本忘了如何去爱对方，只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才勉力维持这段婚姻。于是当爱情的火花渐渐被生活磨灭，夫妻二人也渐行渐远。有人说，人到中年的婚姻都成了床上的死，更多的不是身体，而是心理。曾经有一部关于离婚的韩国小视频，已变了我们离婚，在网上很火。男主就因为厌倦了婚后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，觉得感受不到一点幸福，就向女主提了离婚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女主很爽快地答应，只是要求对方能在之后一个月内做到这些事：出门前的拥抱，逛街时的牵手，睡前说一句我爱你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仿佛恢复了热恋时，每天牵手拥抱，慢慢的，男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。是的，人到中年不是不爱了，而是忘了如何去爱。要知道，生活中总有些重要的人和事，值得去花费更多时间认真应对，而你的下半生也需要一个人陪你走完所有的风雨。所以请以足够的爱和耐心去对待爱你的人，要相信幸福的大门会渐渐地重新为你打开。愿你的婚姻有幸也有爱，加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深秋了，天气转凉，大家最近都还好吗？也许有些朋友最近会感到情绪有些低落，心情有些压抑，但这是很正常的，临床上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，不妨试着都去户外走走，晒晒太阳，这可以调控我们大脑中血清素和褪黑素的水平，从而缓解这种感受。比如早晨或中午抽出半小时空档，到家附近散散步，周末探一探隐藏在城市里的各种笑点，
走一走不曾走过的路，或是约上三五好友到户外去秋游聚会，当然注意安全。请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。晚安，祝你有个好梦。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，别忘了点赞分享给你的好友。 Facebook 也能和安豪私信交流哦，期待与你相遇。